就是同学上课不要拿手机好吗？你这样你这么没担当的老师很为难，说实话，这么多在课堂上面，你拿起手机拍老师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现在他了，那就给大家讲一下吧。何为四正课？是老师15年前刚上中学的时候，那个教导主任让我开的第一堂课。老师依旧清晰的记得，当时来到北京之后，打开北京卫视，调到这个台，伴随着而来一些院士们用了亲身经历的讲述着他们的工匠精神。表现，上完深刻表现。老师每次想到这里啊，心中总是满满的回忆。15年了，依旧还是记得如此清楚，因为它真的很深刻。对不起，老师有点没空找别的提取。今天讲到这里，下课。重点在哪？在这里，真字。No fake。希望能记住。